朋友，你回去印度吃蕉吧。 Everybody 听到这首歌就想起我老公发哥，可见香港当年的道片真是叱咤风云，我任以闯，万众仰望。我开啊！到底香港人有几喜欢赌啊？有这样的事吗？平均每两个香港人就一个买到六合彩，仲未够感人。这20年赛马会不断打破自己的投注额纪录，向香港赛马会征收每年24亿元的额外足球博彩税。这样的数就说都香港人每一年过大海摆低的钱可以交足两年的博彩税，好难赌啊！所以要了解香港，我决定自己中个头落去看看有什么咁好赌。香港地个个都喜欢赌钱的，大致上可以分为这几类：麻将、天狗、牌狗、啤牌、色宝、甚虎。直接呢色术啊，你当呢个东莞啊？折卒马咧？呢边好流行赌马哇、啊？唔通我摆只马上台俾你睇咩 ？Hello， 我第一次睇马。Hello， 我差啲我唯一识嘅人啦、啊，佢好似成日拉头马嘅，但系我识佢最主要系因为佢同某一个 QL 拍过拖。何泽耀劲啲，莫雷拉劲啲，沟佢嘅话应该何泽耀劲啲。哎，可唔可以讲下咧？你赌马有啲咩？禁忌或者有啲咩必胜大法噶？而家都系通常赌骑师嘅，即系唔系赌 number 嘅。系咪通常热门都中噶？梗系啦。咁点解你唔买热门嘅？你有钱都买嘅，我哋少钱啊嘛，少少希望博博大。系啊。吓，咁啲马嘅状态咧？有冇得睇啊？都睇一只马嘅状态咯。马尾如果周围揈咧，即系代表佢好。好躁動啊！只馬就急躁咧就唔得噶。係咪你講緊咧？有一啲係入咗嗰個閘度啦，係咁樣喐佢，搞到要暫停個賽線。係啦，係嗰啲馬就多數踩得屎噶啦，嗰啲就。係㗎。係又唔食草嘅，食屎嘅嗰啲。咁你覺得勁驅定係赤兔猴王啊？赤兔猴王好啲。赤兔猴王信你，有咩騎師係你心水嘅？啊，何澤耀啊！我識何澤耀，我信你。第三場八號 Win 同 Lisa， 你幫我填。如果贏咗，我會請你食飯。得噶，唔得噶，威羅唔得嘅。嚇，咁我私底下想約你食飯咧。好飽啊！你真係好公正啊！啲後生仔咧係坐下邊嘅，但係啲咧真正識嘢嘅叔叔咧係坐高噶，去最高先。上到嚟睇咧，個人係唔同啲啊！啲人咧就會喺自己份馬經嗰度抹嘢嘅。咁你喺咁高咧，你可以偷睇曬佢份 notes 咯。而家咧，香港人都會少揸紙媒，通常都攞手機。大家仲記唔記得報紙係會發生啲咩事，令到隻手咧有油印啊？做咩唔買煙？即係如果唔中意聞到煙味嘅人，自己就爭起啲賭多啲去會員區。佢哋要埋位啦！佢哋要埋位啦！哎呀！八号啊，八号啊，加油啊！啊，唔好意思，八号，八号，八号，好差嚟噶。呢只咧就劲啲，我搵出嚟见出反应嗰啲马，最唔好快啲止息上身。哎呀，丑死鬼啊！翻人哋两架地铁位啊！哎呀！赌钱咪真系讲运气，真系咁多分析咩？收皮啦！根本赌钱就运气噶嘛，有运但系你都要有技术先赢到嗰一局咯。我觉得天狗两年都要。我打桩啊，四门打两口，好耐冇打桩啦。最紧要咩气势？三，我自己最中意嘅牌头就系中国底七。我同你一样，我都你都中意。好似有熟啊！好多後生女唔會接觸過啲遊戲嘅，舊時嘅時候咧係女人唔掂得嘅，係祠堂嘅嚟，只可以男人啊阿叔父輩先可以玩嘅。唔止係女人，而家好多人話講話係天狗，連牌狗係乜都冇聽過。但有天狗牌狗出現嘅電影，總有一套。腰傷琴四，唔正係琴四，反常你唔係識話，如果唔識就唔好參。幾時你都出聲啊？做乜啊？未经历过科士丹刀电影单靠行片太硬出世的朋友仔，未看过以上的电影不紧要。呢套你睇过啦啩？曾经有一份至真的爱情摆喺我面前，但我冇去珍惜，到冇咗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如果系都要喺呢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系一万年。
熊仔头最爱的周星驰电影《西游记》，不要问为什么要提熊仔头，因为段稿他写的。你不要玩至尊宝啊！周星驰所饰演的孙悟空，我个名字叫做，为什么又会叫做至尊宝呢？齐天大圣，是因为这一幕。即是老仔公，帮你打个人先。这三点其实是一只天狗最小的牌，细鸡。好像至尊宝咁系蓝牌一只，是但偷一件都打死佢。但过瘾的是细鸡有一招独门秘笈，只要一同佢孖生兄弟大鸡六点合体，就会变成至尊。成副牌至劲的组合，大鸡之所以是细鸡的孖生兄弟，是因为天狗入面只有两只牌，大鸡同细鸡可以互换。三点即是六点，六点即是三点，大鸡即是细鸡，细鸡即是大鸡。当你清楚这个基本概念 ，mind blowing 的时候就嚟。至尊宝有三粒字是细鸡，但细鸡即是大鸡，所以至尊宝即是孙悟空。西游记一个穿越过去影响未来故事，孙悟空未成为孙悟空，是你只马骝精。马骝精是因为空遇上至尊宝，当细鸡遇上大鸡，孙悟空遇上至尊宝，经历过尘世间最痛的苦，莫过于此之后，他哋就会变成天狗同埋天敌最强的组合，降生打到人扑街。俾啲掌声，西游记。不单止是电影，平时很多九五搭八的俚语都是天狗来的。屋九五搭八这四个字都是天狗来的。庄家食夹滚，庄家食夹滚，我四五揸起手阵，四五揸起手阵，鸳鸯六七四啊。哇！呢句真係好 old school 啊！鴛鴦六七四真係，好多嗰啲俚語啲人已經唔係好識噶啦，即係四大公司拍碼頭。四大公司拍碼頭係四隻最大點數加埋一齊，其實係壞嘅事情嚟㗎。其實呢啲唔係幾出得街啊！講嗰陣時四大公司拍，係講緊四個社團啊，係啊，四個最大嘅白粉拆家拍埋一齊，其實有陣時都係一種民心咯，人物唔係話特登去將佢堆砌成點啊，而你真係會唔小心喺入邊學到好多嘢，識啲人哋。不識的東西是過癮的，就是冷清高，我都是這些人來的嘛。咦，你這些是不是就叫做一棟都沒有啊？他現在台面是，哎呀，你真的一棟都沒有啊，哎呀，我世界冠軍。你玩到最後那鋪先啦。我一就一早知道你是應屆的天狗大賽世界冠軍，那我就是因為你的作品認識你。导演有冇谂过将呢一样嘢同你嘅作品去表达出嚟？我有谂过噶，但系就天狗本身有一个先天缺陷嘅，大众或者 mass 嘅认知唔系好足够，佢哋好容易一谂就谂咗系一个赌钱嘅工具，向负面嗰边谂。老实讲，你唔认为而家社会系对于排狗天狗系好有偏见嘅咩？仲係㗎。如果你玩天狗，純粹一開始就要玩錢，你無可避免一定要走向嗰個趨勢，就是、可能你會斷六親啦，可能你會冇朋友，你會輸身家啦，你一定要行呢條路。我想再賭多場啊！嚇賭唔好啦，唔好嘅。收皮啦！你叫我唔好賭，唔係我真係想玩多場，我冇錢。真係要廿蚊啊！有一百俾埋你啦，最後一百蚊係。但如果輸咗，我哋冇錢搭地鐵，你去撳錢咪得咯。係有得撳嘅。做老千四号定系六号好啊？一号还是六号？我就对这个不是很懂。算啦，我决定一百蚊买一只啦，因为我冇理由又买四号又嗌六号，咁我嗌嗰阵会好尴尬噶嘛？即系唔通我嗌？嗌咩啊？嗌咩啊？唔系，我买五十 win 五十 place one hundred change my life。但是呢一百蚊是我喎。哎，我知道我啱啱输咩啊？我冇攞起个额头啊！嚟啦！我隔離嗰個買十一，佢係咁同我拗啊 ！Four！ 哦！啊！第一問啊！四是俾錢俾買會齊，今時唔同往日，個角色有啲唔同咗。我陣間同佢講出糧先，出糧。唔該，我嚟出糧嘅。我係咪有十六倍啊？係。八十蚊。八十蚊。係啊，俾埋張單你睇。八十蚊。我不是給了一百元給他的嗎？啊，我有五十元買 Win 喎，只有三十元。咦，那我就覺得不好玩了這個遊戲。算了，我不賭了，這樣。我沒有錢還給你啊，你有眼看的，只有八十元而已。哎，八十元都要了，八十元都要的了。不行啊，問你借一百的嘛，這裡八十元怎麼還啊？你見不見到那張是紅色的？不是你的東西，你不要拿了。啊，已經不是我的東西了。
我想问你最多试过赢几多钱啊？我没钱赢了。有没有赢过钱啊？开始几次赢过几次。那你拿来干嘛啦？用来投资啊。我不懂这个。你唔赌钱？咁你喺度做咩啊？输了钱嘛。你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吗？我是一个刚刚进入赌海的女人，我现在去赌了，兑翻真钱嘅 ，OK。我系打美金嘅，系啊，打美金。你唔赔都得，你要黑呢个一动都冇呢四个字额头到十四人啦。玩呢啲纹身贴纸。宣扬呢游戏，唔想大家赌钱。玩天狗唔玩钱。系唔玩钱？有冇赌波？系冇啊，冇赌波。其实我系一个足球发烧友嚟嘅，我系最中意踢波嘅。你中意咩球队啊？好唔想同人讲我系中意曼联。系啦，但系记住系以前嘅曼联，96年嗰年代。有得咁噶？你冇得话我中意老婆，但系中意以前老婆，冇得咁噶喎。喂，你都中意以前嘅发哥啦？唔系噶，我而家都爱发哥，唔好听佢讲，我而家都爱你。譬如我踢波就系为咗嗰个心系想踢波啊嘛，我唔系想要钱啊。天狗唔同啊嘛，咁你踢波本身系。運動是啲人參雜了一些成分，令到佢變成一個有油水可炸的嘢。但係天狗本來生出嚟就是為錢而生噶嘛。我做呢件事的時候有少少係包咬頸心態，就是話你個個都話係咁，輸身家冇朋友斷六親，我可唔可以越玩越多朋友咧？鞋友都是啲大哥嚟嘅，咁啊開頭就係得我同阿 Sir 識得玩嘅啫。阿 Sir 係。我哋呢種腳好似由2019年到而家，過去香港好多事件分拆咗唔同嘅圈子啦。呢幾年最大鑊嘅就係所有都 disconnect。任何階層的人都 disconnect， 人同人之間冇偈傾啦。咁有冇一樣嘢可以，譬如唔同年紀、唔同性別、唔同職業、唔同立場嘅人都可以坐埋一齊？我就想揾一樣嘢，可唔可以 reconnect 咯？知道咩叫九音歌噶啦？你咧為咗普及佢咧，你將佢做成千九音歌喎，好 Q 喎！你呢排都係自己出嘅，眼見嘅都係我哋自己生產嘅。但係你嗰啲嘢其實成本都高咯，我估計全部都係靚嘢咯。然後你又話不計成本啦，啱啱你睇到？誒，其實唔係計嘅。即是你咁讲我知道大一大嚟嘅，都计嘅，唔会赚少嘅，做生意赚少人家你嘅，我收就$100一个字，图案咧就$300开始，恶做咧就贵啲，我最贵收人嗰个月一个图$1,000，做咩咁贵啊？有冇人质疑过你？你唔帮衬就唔帮衬啦，冇办法啦。哦，你咁样你讲啫。咁唔係啲最多都係咁，唔通鬧人，俾你打你添。雖然揸刀揾食，但都唔打交嘅。係、哎、啊，我係揸刀揾食啊，招麻雀。大英雄係我，我成日贏錢嘅。係。因為有啲電動麻雀嘅，咁嗰啲麻雀我就知道入邊嘅結構係有磁石嘅，所以係一定要工廠式咁樣整。係啊，堅持手雕嘅麻雀同嗰啲工廠式做嘅麻雀有啲咩分別呢？我自己甩嗰啲咧係好容易會染黃啦、變色啦。平嗰只咧特別白色啲，就一陣醋酸味啦。哦，真係有漂嘅嘢喺上面嘅。佢咪揾啲香粉啊遮咁嗰啲味咯。金玉其外。啊、買嘢咧就唔會有越平越。即係話，點講咧？即係話，我唔想話人哋，我唔會話人哋嘅。係，我聽得出你係唔係好想話人哋唔好。我又唔會同行家鬥平，行家知道我賣咁貴嘅，佢賣唔到，唔好話賣我。我賣翻我自己嘅價錢，你賣得嘅價錢，我俾足咁嘅貨你。咁多噶啦，又平又靚嘅嘢係冇嘅，講就得，做就唔得。喺某一個市場，佢哋有好大嘅網站買賣，係純粹鬥 cheap 嘅，淨係鬥平咁冇嘢好玩啊。譬如你做裝修，大家都係諗住等佢整平啲咯，佢冇諗過整好啲。或者時代唔同咗啦，大家係一個比較功利主義少嘅社會，係咪真係唔需要呢啲嘢咧？我理解係因為呢個地方經營嘅成本太高啊，任何嘢都一定要睇錢先，唔係唔重要，但係佢唔可以係最先。我想整一個送俾我老闆，因為我哋公司咧係 FHR， 乜都得㗎，你收錢㗎嘛，我講錢啊，老實。哎呀，我真係好中意景叔咁啊，冇人情嘅。可唔可以加個心喺隔離㗎？景叔，唔收錢。啊，個心型啊，大家有心就得啦。可唔可以俾我睇下你隻手啊？唔好啊，我手我唔掂，你鞋得滯。唔緊要啊，捱得陣喎。你呢一個枕係我見過最厚嘅枕嚟。揸牌揸得多，好痛嘅有時。有冇後生仔係真心想過嚟啊？我要做呢一行啊！有人問過，但係冇為害人哋啦。害人哋？關害人哋揾唔到食嘛？嚇！而家少咗人打麻雀啊，香港。麻雀就唔係少，但係都有人打手機咧。因為呢一個係即係手工藝嚟嘅喎，你唔俾人嘅話就冇嘅。
啊，咁我而家咪成日開工作坊，我都係俾把刀佢練習噶，好多時都刉親手啊。所以香港嗰啲大學，我應該間間去過曬。你係想將呢一樣嘢傳承開去？唔好話去到全城咧，起碼唔好俾佢即係完全淹沒咗。佢好多俚語啊，都係喺天狗排狗嗰度出嚟噶嘛。我而家教咗啲法國人玩，因為遊戲係好簡單地，咩人都得噶嘛。最緊要公平。只將呢件事擺喺香港入邊，我就擺埋去另一個國家。適逢呢個年代，好多人已經移民咗去外國啦。我哋都唔中意人哋無端端闖入嚟，然後霸曬我哋嘅資源。你可唔可以帶到某啲嘅好嘅嘢同人 share 咧？你知唔知香港有得跑馬係因為英國殖民啊嘛？英國人好中意馬，但係英國跑馬同香港有咩分別啊？Hello， 啊 ，Where are you from？ Hello， from the US。I was born in Beijing， 不知命運是誰定。I hope you can win many money。咁你中意英國定係香港嗰種快活多啲？我英國冇去跑馬，英國平時跑馬咧比較富豪啲嘅，係有錢人嘅 party 啊嘛，係咪唔係平民都入得㗎？唔係平民都入得，同埋你如果冇車都好難去。但香港呢度你怎可以搭個地鐵去銅鑼灣機行過嚟㗎嘛？邊個都想啊，入幾十蚊咁樣得㗎啦，係啊。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香港嘅，係人情味咯，入去識到新朋友咯，係大型嘅中年交友 app 現場。嗰啲阿叔咧，係由賭城嗰個年代嗰個馬場啊，睇到而家啦，哎呀，再歌再舞啊，睇住呢度嘅變化，我估計啦，墮老啊之後咧，變咗可能每人跑一副 VR 眼鏡，第一身好似騎師咁樣跑。隨住科技性嗰啲，一定好多改變，但係我自己都係中意喺度同人哋嗌咯。呢一樣嘢係我由細到大睇港產片入邊嘅畫面嚟嘅，我希望可以 keep 咯。即係佢沒落咗，其實唔會影響呢個城市轉動嘅。嗯，哇，講到咁樣啊，係啊，肯定淘汰，睇下幾耐嘅。我都成七十歲啦，啊，仲親嗰啲都起碼六七十歲啦。咁做再做多幾多年啊？俾你做夠八十日都十年啫嘛。你老實答我，你有冇有一刻真係好唔開心？我人頭睇得開嘅。開唔開心都要接受嘅，因為個世界要轉噶嘛，唔能夠唔轉噶嘛。都好似你話講洋服咁樣，以前冚唪買手工嘅，而家冇人做咯，但係而家冇人賣啊嘛，養唔起佢啊嘛。最大嘅問題就係時代變遷，佢哋都幫。冇錯啦，時代個齒輪係咁樣轉冇嘅，唔肯得咁多，亦都冇得傷感咁多。記住咁咪算。一定要記住。記住。就算唔做都要記住，係咪？